新娘，你可有许久都没有来了。家中事务繁多，官气复杂，也只有仙灵阁能让我享有片刻的安宁啊。怎么样，嫁进徐家也有不少时日了，难道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和事能让你上心吗？嗯，除了查凶手线索之外，无非就是那几个孩子，我会多关心一些。 其余的也就没什么了。老姑娘正在里面。 公子，胡伯姑娘，今日你是随你家小姐前来的吧？她近日可好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知道罗姑娘近日好不好，过得是否顺心。我家小姐过得挺好的。那就好。这是我特意从南方带回来的手膏，用来保护手部的皮肤最好了。 这个送给你。多谢公子。哦，小姐在里面。林公子，简师傅。林公子。 简师傅，绣娘的手最为重要，平日里需要好好保养。这些手膏最适合他们。林公子太客气了，我们无功不受禄，怎么好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啊？简师傅你就别跟我客气了，这又不值什么钱，你就收下吧。好，那就多谢林公子了。罗姑娘，这瓶给你，你要记得天天使用。那是姨娘。 也谢过公子了。林公子真是破费了。没想到，夫人和林公子还是旧相识。上次赈灾的事儿，多亏他帮咱们解了围。嗯，虽然跟他接触不多，但林公子的确是个热心人。只是欠人家人情，心里还是不好过的。他这林公子若有难，我们也要伸出援手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